小哥哥，你打伞别人不会说你娘吗？谁说的？你没看这这么大太阳，我不热吗？再说了，我本身就很娘。先生你好，一个消费200。好。咋了？你有病啊！我问你脸上有东西，气我干嘛？哼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多少来着？250。不是200吗？你气我那可不算难啊。我给你300，不用找了，再来一口。找了50。你喜欢这个呀？对呀。但是应该很贵吧？没事啦，反正又不买。哎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哎，你站在这里看嘛，哎，看一下又不要钱。哎，别走那么快。没钱。我想买口红。也没钱。买个冰淇淋总行吧。林，你累吗？累。累你就放手吧。买，别放手。天哪，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东西的。一天到晚假也不回，电动车和新没有电了都不知道，从今在这干什么？俺闺蜜她对象都给她买什么香奈儿。亲爱的，我快发工资了，我给你买瓶香水，别生气了。那也中。发工资了啊！兄弟，那保不好？好，打笑死了。香水